台音乐频道音乐歌唱类的大型电视互动节目《寻找刘三姐》的现场，我是任鲁豫，你们晚上好吗？好，谢谢。大家好，我是张宇，欢迎大家光临。寻找刘三姐呢，在启动之初呢，一直也是受到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大力关注和支持，所以今天呢，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也是代表节目组的所有的朋友，对所有支持和喜爱我们节目的朋友们表示一声衷心的感谢，谢谢大家的支持，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我们的名字叫什么？寻找刘三姐，也就是说我们根本不缺阿牛哥。是，刚才在开场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了四位阳光帅气的小伙子，他们今天来到我们现场，不仅你要为我们担任这开场嘉宾的职能，同时也是我们帅气的四位阿牛哥。赶紧让我们掌声欢迎四位阿牛哥登场。有请。我见到他们真的是特别开心，是因为一般除了我最帅之外就是他们了。每一个阿牛哥呢都有自己独特的优势，王希你先说说你独特的优势是什么？是声音吧，我觉得低音啊，深沉。嗯，那你能展示一下你低音的歌唱吗？一句半个说笑话。想听吗大家？当然。忘不了我，不了，我确实忘不了了，忘不了。哎，这边有低的，就有高的，有一个特别可爱的哈，特别像我们小时候那个 s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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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ck。你是童年看过什么时候啊？一休哥，我们的童年没看过。平安哈，他展示的低音的魅力，你应该是高音的魅力。我的特色是没有头发。看一下，阳光普照，来一句高亢的。是。I can live if living without you. I can give. I can give.我觉得我好像都长高了，感觉一直在往上窜。例如，受不了朋友啊，低音魅力、高音魅力，你有什么魅力？难道我要唱中音吗？如果这样被你们看出来没特色，是啊。今天的讲究是策略性，嗯，因为我们是来选人的嘛，我们不是来比赛的嘛。选人的话就要对数字、对这种统计逻辑比较精准一点哦。所以呢，只要现场你告诉我今年的任何的哪月哪日，我可以马上告诉你它是星期几。哪月哪日？都可以。你是算命的吗？我是算日期的。话别说了。对，我们来考考你好不好？好好好。今年的2月30号。二月没有30号，最多也只到29号。我还想骗骗你，看来还可以。7月7号。7月7号，让我查子一算，七夕情人节莫非就是礼拜天？是礼拜天吗？是吧？哇，是完全正确。好厉害啊！智慧型阿姨，好，那这边看看，对，扎西，我突然觉得你好像没有优势了。对啊，我也觉得这个万恶的导演组把我排在最后一个出来，你说我怎么办呢？但是我不怕。他敢形容我们导演组是万恶的，我估计今天节目结束之后，你的镜头全部剪掉了。导演组，对不起，对不起。我们说说你的优势。我给大家来个吉祥话，但藏语的好不好？嗯，好，大家跟我一起打起节奏。Daddy, not a gamma, yeah, solid, just a no, not a gamma, no, in China, too. There's a two way, I get two, don't chat. That would you put now, but Jassy show. Jassy, Jassy, now your Jassy show. Jassy, there, the best of the pressure. Don't you very bend the Jassy show. Jassy show. Wow. 一句没听懂。是啊，是。哎，张宇，他们除了各有各自的魅力的特色之外，他们好像还不够，对不对？是，你看咱们这四位阿牛哥虽然又阳光又帅气，但是我们怕他们选昏了头，一看刘三姐就没有方向了，所以，哎，这是所有男人都会通犯的毛病。所以作为女人的我，帮他们选一下他们的智囊团，给他们把把关，让他们冷静一下，好不好？王希，你说一说你的智囊团成员他是谁？我的智囊团是我们大家都非常喜欢的著名的歌唱家吕薇姐，吕薇，掌声欢迎吕薇，欢迎吕薇。好，我的智囊团这个来头大了，就是我们这个刘三姐电影当中的原本的阿牛哥，哦，刘世龙老师，刘世龙老师，掌声欢迎刘世龙老师。
特别给大家介绍，刘老师呢，今年已经84岁高龄了。是。他不仅成功的塑造了阿牛哥，也是电影《英雄儿女》当中那个向我开炮王腾，掌声欢迎。找到了说学逗唱样样精通，而且也是美丽跟智慧集于一身的小梅姐。好，我们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孙小梅，欢迎。真是大喘气，如果不提名字的话，我以为郭德纲来了。对，其实三位智囊团都有，嘉欣你呢？你的智囊团是？我是最后一个介绍，我们当然是最重量级、最权威的了。上海音乐学院的著名声乐教授、歌唱家方琼老师，欢迎方琼。方琼老师呢，也曾经拿到过我们中央电视台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民族唱法的金奖。鲁豫哥，你知道为什么我这次要带方琼老师来吗？为什么呢？因为方琼老师既是我的老师，也是我的干妈。所以选刘三姐，你懂的。你选老婆来了是不是？好吧，那有四位嘉宾坐镇的话，我相信咱们的阿牛哥也会相对的冷静和理智的。好，请我们的四位阿牛哥各就各位。有请。在这里还要特别给大家介绍我们寻找刘三姐的比赛规则。本场比赛中，每位选手需要演唱一首完整的新民歌，专家评委和阿牛哥可以在该选手演唱结束后进行提问。在演唱及提问期间，专家评委与阿牛哥可以随时按下面前的按钮，这时候会出现一个爱之桥。同组专家评委与阿牛哥都按下按钮，选手方可获得入队资格。如果仅有专家评委或阿牛哥一方按下按钮，则选手无法晋级。如果有多支队伍同时邀请一名选手，则该选手进入逆选环节，选择加入其中任意一队。如果他们的名额不满的话，那么待定的这些刘三姐将会再有一次机会被选择。是，那个时候我们将会把所有淘汰过的选手再次请上舞台，将会由我们的四名阿牛哥来进行一次反选。好了，比赛规则已经了解清楚了，来认识我们的第一位刘三姐。我是苏思荣，来自湖北。我热爱音乐，音乐对我来说是生命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它已经融入了我的生命，我的血液。音乐伴随着我生命中的每一个脚印，我喜欢站着唱歌，躺着唱歌，洗澡时唱歌，走路时唱歌，哪里有音乐哪里就是舞台。寻找刘三姐，我来了。我们掌声欢迎苏思荣。
个子好高啊，苏丝绒，我是的确凉，都是面料哈。现在成绩真的很不错，三个阿牛哥都已经把鹊桥升了过来，那边只有一半，那边是谁没按键啊？吕薇姐。我没按。吕薇姐。我怕他们打起来。吕薇姐，你就这样、你是出于对于他们的考虑，没有按下来。对。那现在三个，你们是谁先按的？当然是我们这边，你们这边，他先按一半，对，我们一次就全按，一次到底，先过去了。哎，那陈亦如，你觉得我们好在什么地方呢？我觉得其实我们要找的刘三姐，就是不只要会唱歌，然后还要大方，外形要靓丽有气质，还可以做亦如的女朋友。做我的女朋友，今天是来挑一半就对了，对，想得美你。我觉得她都具备了各个条件，尤其她的身高，我觉得跟你配合是，你敢说这句话吗？而且她脸也很小。我觉得如果我们有机会合作的话，应该是蛮不错的。亦如上去比一下吧。你是在嘲笑我们个子都没有你高，脸都比你大，是不是？没有。你上来，来，我们看看亦如和是有一点苏丝绒比一下，加油啊！有没有这个男女主角像、啊、像的画面？对，哇，真的很高哎、哦，好搭哇，好搭呀！当当当当，这样子感觉。我们苏丝绒啊，曾经被新丝路看上过，而且拿过新丝路模特大赛的这个很多奖项，是不是？都有什么奖？我拿过一个最佳才艺小姐、最具亲和力小姐，还有十佳模特。亦如呢，也曾经做过模特，在下刚好是阳光男孩比赛的冠军。对，他做模特的时候都是走的那个童装，童装。你们俩要不要现场走一下，我们感受一下？好，好不好？ Okay. 来，有请。左边，现在我们要展示的是今年春夏的童装。好了，卢毅哥，卢毅哥，别再玩我们。我真的特别想说，这个孩子肌肉挺发达。好。亦如，你现在可以归队了。哦，我先归队，不是说直接带回去我们那一队吧？你想得美，那边也来了，你，哎，你走我的鹊桥，走我的，我堵住路啊！你不能带回来了，我没选择。扎西，你既然表达了不满，那你就说出来。你也想跟他抢，对不对？对啊，我都不知道你脾气真，鲁豫哥，他就是说我们都不行啊，就他跟他最配。对，你别着急，咱妈拉你坐下来冷静一下。对方让我冷静。说出理由来，能超过亦如的。对，你看你现在外貌非常非常的好，但是现在呢，要继续走下去，靠的就是声音了。声音如果要再进步的话，我们这里有最优秀的方琼老师可以。哎，我们这边也很优秀啊，你要够水这一套。那这边平安呢？其实那个我第一个先按下一半，然后我们的刘老师按下第二半。哦，他对，然后他说其实我们声音还是蛮配的。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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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我是自由行走的花。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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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自由行走的花。从声音角度来说的话，我们可以做很多的尝试。嗯，我觉得平安真的，我觉得他俩不合适，因为他们那个声线画面不协调，声线太相同。配不是，也没有我声线也可以的。是吧，吕薇杨姐？哎，是这样子的，我觉得他们俩适合就是录专辑可以。对。对。要不然人家姑娘长得太漂亮了。我觉得专辑听声音是，我觉得几位嘉宾真的是厚道，他们没有从你的身高来驳斥你就不错了。我已经习惯了，他们三个都是180以上。平安上去走一圈。哎，你敢吗？平安敢不敢？我放脾气了。对，好，来，现在我们要展示的是秋装。哇，走，哇，哈哈，哈哈。
平安，你帮他拎着鞋过来吧。你看看，你看看，这边拎着鞋就来了。哎呀！哇 ，gentlemen， 我终于明白了什么叫绅士啊！对啊，好，鞋可以给我了。哎，你可以回去了。我还以为骑着那个灰姑娘的水晶鞋呢。姑娘现在需要选择一下，对，你们都回去冷静一下，冷静一下，到底姑娘归谁？这双鞋归谁拎还不一定呢，哈。来，现在思荣，你可以考虑一下，你决定哈。他们，你选谁？嗯，其实真的很难选。对，思荣，你要考虑一下。刚刚两位男士都很不淡定，但是我们非常的淡定，我们就在这里等待你。你是最不淡定的一个。你的心跳声我们都听到了，好了，我的帅吗？真是，这不是你的心跳声吗？啊，对啊。哎，思荣一定要好好的考虑考虑，不是说谁话说的多，他就对于你有吸引力，对吧？对的，对的，对。所以我们的刘老师说话说最少。我现在淡定。思荣。每一位阿牛哥都非常的优秀，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我脱下鞋的时候，平安阿牛哥竟然会帮我拿鞋子，这点我突然，你现在你过去给他提一下鞋子。姑娘，你伤害了我，因为是我提醒他帮你提鞋的，然后现在把我给忘了，我怎么也算个媒人吧。好，你继续说。我在之前节目里边，我非常喜欢平安老师的声音，然后我希望选他做我的阿牛哥。哇！身材高挑的苏思荣最终选择了体贴的平安做自己的阿牛哥，下一位歌手是否也能像他一样，依靠出色的舞台表现能力挺进16强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大家好，我叫李清颖，是一位壮族女孩，我来自刘三姐的故乡广西柳州。音乐对于我来说不可或缺，哪里有音乐，哪里就是舞台。寻找刘三姐，我来了。掌声有请李清颖。有一片净土。
谢谢青影，来，多好听的名字啊！青影七五弄青影，让我们四位阿牛哥立刻就昏了头。尤其是我觉得刘老师，这一座桥的两个灯全都是您摁的，什么情况啊？刘老师，您是看着这壮族原版刘三姐了是怎么的？想到当年的刘三姐。是啊啊，王希，你那半座桥是什么情况？其实，对，是危险的。啊，是薇姐，您拍了半座桥，对，那你呢？你是觉得这个的时候，正好是他那个，就是刚才平安说到的，他发挥出来的那段，对，第二段的时候，自然的声音，就是他的这个声音是他一个最佳的表现的这样的一个音域，但是我要想说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还有半座桥没有搭过去，为什么呢？就是今天舞台上的歌手，就作为，演唱的基本功，我觉得还要更扎实一些，啊，比方说音准啊、节奏啊，这是唱歌最两个基本的啊。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基础的话，可能会更好。好，今天首先这首歌一上来我就喜欢了，但是我就觉得就是在演唱的过程中，也许是因为之前是孙楠唱的，所以我觉得可能青影会觉得身上有很多的压力，他会去希望唱一些和孙楠不同的地方，他会有一些自己的处理。那么加上今天又是比赛，刘三姐的一个比赛，所以我觉得他多少出现了一些音准上的问题哈，但是我觉得出现问题并不影响我们对你的选择和喜欢。孙小梅老师已经是用尽了自己杀手锏帮他拉票了啊。刚刚你最让我们感动的是你的乐感，这个乐感是少数民族与生俱来的乐感，所以我觉得这是最重要最重要的。这个第一任阿牛哥连拍票已经是对你很大的认可。来我们这边吧。怎么样？这听完了三位阿牛哥的这个拉票，您给选择一下了啊。你看看，平安、陈韵如、扎西顿珠，谢谢扎西。然后我很喜欢您的歌，但是，但是是吧？真的吗？我觉得你很帅。陈韵如，哎呀，可以了。平安，我没关系，完了，完了。你有希望，有希望啊！我觉得好激动，我是你的小粉丝。哎呦，所以呢，有点危险。但是我更希望我的音乐还能有更多来自台湾的。出色的表现力征服了在场的每一位观众，并顺利地加入了陈韵如的团队。下一位选手又会表现如何？我们一起来看。让我们掌声有请韩月君。
谢谢，谢谢韩月婷。哎呀，就在最后一个音落下的时候，咦，你看，三个桥都伸出来了哈。其实参加比赛啊，有一个很大的收获，就是你能够从中吸取到点什么，就没白来参加比赛，是不是？小梅姐觉得呢？刚才是一如按的哈。我呢，实际上我也挺喜欢他的，我觉得他也特别有舞台缘。然后呢，就是他一开始唱歌，就是让人一直对他的下一句会有期待。比如说他唱低音部分的时候呢，我一直期待着他的高音，我觉得他应该是有迸发力的。结果后来你唱了一句高音，我觉得高音好像又差了一点什么，就是老觉得就差那么一点点。但是今天他能够站在舞台上呢，他完成了他的一个心愿，也完成了爸爸的一个心愿，是不是？你跟大家讲讲。就是我从小因为特别喜欢音乐嘛，而且爸爸妈妈也特别支持，所以为了我的这个音乐梦，他们就我们三个一家三口都在三个不同的地方，为了供我上大学，所以他们都出去打工这样子。爸爸妈妈都在外面打工。对。妈妈做什么？是超市的员工。爸爸呢？煤矿工人。矿工。一个月能挣多少钱？爸爸。可能也就1000-2000。我没有问过他挣过多少钱，就是为了能够让你继续从事你所热爱的歌唱。对，我只每年过年的时候见他一次。就这样。跟爸爸有没有表达过那种感谢或者感恩？没有，我跟他话还挺少的。跟爸爸说两句话。爸爸，我今天能够站在这里非常开心。我希望你能够理解我，就是虽然我不善于表达，但是我还是在今天在这里想跟你说你辛苦了，我爱你。好，虽然爸爸很辛苦，但是我相信你也会用你的努力，用你的歌声，会换来更多的荣誉也好，或者是物质的东西也好，回馈给爸爸，好不好？好，希望你继续努力，在舞台上绽放自己的光芒，好吗？来，我们把掌声送给他，谢谢你。一直追求音乐梦想的韩月婷，虽然遗憾地离开了这个舞台，但这里只是你音乐之路的起点，我们期待以后还能听到你的歌声。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刘三姐。大家好，我是赵定香，来自辽宁沈阳。因为父母都是歌唱演员，爸爸曾经在一次声乐比赛中荣立二等功，所以从小受到很好的家庭熏陶。高中起正式学习民族声乐，生活中的我是个狂热的动漫迷，还喜欢美术。我曾经专业学习过美术10年，哪里有音乐，哪里就是舞台，寻找刘三姐，我来了。掌声有请赵冰霄。
最好的一个。好看啊，最好的一个你爱。谢谢赵丁香，你刚刚在演唱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注意看了没有啊？你的演唱让我们现场的很多组评委很纠结，什么情况啊？我都沸腾了、啊！你沸腾了，你沸腾，你还让他拿着你手按？其实是那个刘老师他跟我说，他说这是我现在听到的唱的最好的。那我说你为什么不按呢？他说让我再听会儿。我实在等不及了，我说啊，老师你赶快按吧。我看不止他们这组是这样，王鑫和那吕薇那组也是这个情况。对，因为他在唱歌的时候，然后用眼睛看着我，然后我用眼睛看着他，用眼睛也看着他们来着。害羞到忘了爱。你这属于自作多情了。王老师被电晕了，看了一位了啊。对啊，他一直就是随着歌声的时候左晃晃右晃晃，眼睛一直在瞟。哎，对，其实都有瞟到，要不然怎么扎歇把桥都升全了呢？他第一声一出来，我就觉得他今天应该算很棒的一位选，很出色的一位选手，因为从声音的掌控度来说，他真的很棒。让我们想起了就是刘三姐的那个时候对山歌的那种音色，对对，非常的清纯。那易如呢？易如，你们组刚才那伴奏桥是谁摁的？啊、哦，但我不是我不摁哈、哦，因为我们很纠结，我们商量半天，我们一直在看扎西，扎西就样那样的眼睛看着我们，意思说还和我抢吗？还和我抢、啊？所以我刚才跟他商量，我留点机会给别人。对呀、啊，那这两位阿牛哥，现在你来选择一下，丁霄，你来选谁呢？选谁？选平安呢、啊？都是平安吗？真惨。扎西也是可以选的。你看扎西，我帮你说话了。对对对，我们让他名额满，就不用再跟我们抢。听听丁霄吧，看看他怎么选，好不好？我想选择扎西。哎呦！来掌声。恭喜扎西顿珠终于找到了第一位刘三姐，嗓音清澈、身材高挑的赵丁霄能否与他擦出音乐火花？让我们拭目以待。接下来，让我们欢迎下一位刘三姐。大家好，我是藏族姑娘杨秀措。我一直在坚持自己的梦想，哪里有音乐，哪里就是舞台。寻找林三姐，我来了。欢迎杨秀措。溜溜
美丽的藏族女孩哈，哎，我特别想特别气愤地说，某一位这个阿牛哥，他还跟人家是同一个民族，他还在那儿假不咧咧的摁不摁摁不摁摁，你太过分了吧你！我要向大家报告一下，不是刚刚不是假不咧咧，我刚刚一直在想，就是这首歌的那个爆点在哪儿？我特别想听他那个高音出来的高音，然后我就一直在等，因为这个歌，我觉得最终肯定会有一声高音的。你不用解释，你像人家陈亦如根本就不等那个爆点。对啊，就是因为他们不等爆点，所以我就着急了，你知道，还没等到爆点，我就赶快拍，因为我怕他跑到别的团队去。对啊，说完了他，我还要说那边那个王晰。对呀、啊，他你怎么那么淡定、啊？不是我很纠结、啊。我其实想的很多，无论他有没有选择我哈，但我觉得，如果说我要是和他两个人去做搭档去唱歌的话，我先要想好是一种什么方式。我只是在纠结这个问题。好吧，等你想好了，黄花菜都凉了。我们这儿其实那个刘老师他已经先按了，按了半座桥。其实我跟那个扎西的这个感觉是一样的，一等那个就说爆点，那就是当他最后一嗓子亮的时候，赶紧我按了。刚刚其实我们也想说等高音，但是其实我觉得有时候一首歌一个选手不一定要说音要飙多高，然后我们才会选择他。其实我觉得他前面的那些力道的掌控都非常的游刃有余，我觉得这样就够了。而且他一出场就整，他非常的有气场，对，轻松的感觉。所有的人都注意到他的脸上，他浑身非常的协调，他的声音也是非常协调。而且小梅姐，你发现他，我觉得他还挺有勇气的，敢在第一次上场给大家亮相的时候，
作为一个藏族歌手，不亮高音，先来前面的感觉部分，到最后才亮高音。所以我就觉得这就是他心里特别有数。这个其实我心里特别有数。对，我也并不是说是我要等他的高音。我们比较了解你，还是到我们这儿来。是，我是觉得。蔡依蓉。对，说到了解的话，藏族最了解。接下来，你们三个哈，一人一句话，看谁能打动他的芳心。没错，白虎。哦，还会白语言。哎呀，他要用语言了。你在说什么？我说你过来吧，杨志措，我们都是藏族。哦，来，易如，你可以用那个台湾普通话。台湾普通话就是这样。所以我觉得我跟小梅姐呢，可以帮助你，让你更精准的在舞台上面的表现。对，哦，给你一个特别准确的定位。因为我们了解你。平安，策略型的。那就是青藏一如，疯了！不过我现在我挺替一个人担心的，他们是同样的民族，如果他没有选他。那场面该是如何的尴尬？对，我建议如果真的选了他，大家就鼓掌；没有选他，大家一定要起哄，好吗？对，给他压力太大了。对，杨志措，我跟你说啊，杨志措，相亲节目。杨志措，我跟你说，搞得像相亲一样。这是相亲节目。哎呀，我跟你讲，你的这句话让某一位淡定的王子更汗颜了。现在的女孩子是多么的大胆呀！那边还在考，现在还在想我们俩合适不合适。没用了，王希，我跟你说，这都没用。不管怎么样，王希还是往前迈进了一步。为她这份勇气，我们应该鼓掌。接下来，该你做选择了。那边有妈妈，那边有好的定位，这边是什么？刘老师他说了，他说要听歌，来，您说。还是听藏族的歌最过瘾。哎呦，特别喜欢你。那边呢？我只想说一句哈，因为我对我的选择其实是非常非常慎重的，就是我觉得，秀措，你只要想一个问题就好，就是我们四个人和你合作是一种什么方式，去慎重的去选择一下。哦，也就是说你会给很多，是吧？好，秀措，给我答案吧。三，这个太为难我了。二，到我们这儿来吧。一，来我们这儿吧。实力唱将杨秀措最终选择加入扎西顿珠的团队，他用完美的表现证明了自己的实力，成功晋级16强。到目前为止，扎西顿珠的团队已经吸引了2位刘三姐加入，陈亦如和平安各有1位刘三姐，王希的团队还没有1位成员。低音王子，你要加油了！我是周斌，来自北京，今年23岁。从小音乐就一直伴随在我的生活中，9岁起开始正式学艺，至今为止呢，已经是第14个年头。在这求学的经历中，让我懂得了如何更好地诠释音乐。音乐来源于生活，我为快乐而歌唱。哪里有音乐，哪里就是舞台。寻找刘三姐，我来了。掌声有请周斌。
谢周斌。哎呀，两个半拉的桥，我看着心里挺凉的。其实我觉得他的这个舞台的表现都蛮好的，但是呢，就是在一些，音乐当中他的情绪影响他的声音有点一直在偏低，他每一句的最后的尾音都有点偏低，所以就挺遗憾。要不这样吧，咱们使一招打动打动他们心怎么样？试一试，咱们拿最拿手的好不好？学了专业学了五年的豫剧，学豫剧，豫剧行吗？对对，要男一号吗？怎么样？那位河南的，您来一趟。没问题啊，我是地道了河南人，中不中？中不中？那我把这个场让。那你说呗，河南的。亲家母。亲家母，亲家母也中，黄不烂中不中？黄不烂中啊，中啊，中。对呀，我们唱戏是需要点掌声的呀。你也中。谢谢。你先来。我先来。好。咱唱哪段？你唱那个六大哥。六大哥，中中，来吧。六大哥讲个话。说女子不如男，女子方知男子打仗，男子打仗在边关，女子方知打打滴答当当当，在家园啊，白天去种地，夜晚来纺棉啊，不分昼夜是辛勤把活干。战士们才能有这吃和穿啊，恁要不相信啊，请往这身上看，咱们的血和瓦还有一伙山啊，千针万线可都是他们练呐。好，谢谢，太好了。小梅姐，谢谢我给的，她这个戏唱得太好了，谢谢，她的戏唱。你前面那首歌要是这么唱，我早给了。谢谢。那么现在还是三个半个桥，我看看现在咱们唱完了这一段豫剧之后，有没有可能有一座完整的桥伸向你呢？来，三二一，看看你们最后的答案。三二一，看看你们最后的答案。很遗憾，谢谢，看来还是没有办法。谢谢，来，好，谢谢，掌声送给周斌，谢谢。谢谢。拥有五年豫剧功底的周斌，最终还是止步十六强的晋级赛。但我们不会忘记他在舞台上带给大家的欢笑。周斌，祝你今后的音乐之路一帆风顺。我是简茂，来自四川小凉山的彝族。我在美国上大学，学的专业是金融和国际研究。毕业以后，朋友们都坐进了写字楼，而我却站在了舞台上。很多朋友都不理解，但是我却很享受现在这样的生活。还有什么比这更幸福的呢？哪里有音乐，哪里就是舞台。寻找刘三姐，我来了。掌声欢迎简茂。午夜，妈妈的睡。
谢谢谢简梦，谢谢简梦，还认得我吗？简梦，当然，余哥。参加了我们中央电视台的音乐频道《争奇斗艳少数民族歌手争霸赛》彝族专场，对不对？对，是一个很会学习的姑娘，她是密苏里哥伦比亚大学国际研究和金融学的双学位获得者。哇，很了不起，是不是？我觉得就是作为一个在海，作为一个海归吧，然后又是双学位，因为我希望的以后的刘三姐是有一个融合的刘三姐，而不是只是在停留在本身的彝族歌曲这样一个阶段的刘三姐。又跨界的一种东西在里面。对对对。我觉得他不受这个桥的影响，就刚才好像有选手是都受桥的影响。对，一看那个桥没有了，立刻后半段就开始晕了。对对对，我觉得他很稳的，而且那种状态吧，他是没有那个就是很受这个歌唱方法的这个约束。对，他很自然，感觉哎很自然，他完全是一个真性情的体现。对对对，他真的是他双学位嘛，他底气比较足嘛。其实在参加我们中央电视台少数民族歌手争霸赛的时候，就在那个当口上，他考上了悉尼大学的研究生，但是为了参加这样一个音乐比赛，他就放弃了去悉尼大学读研究生。就跟现在他其实可以到香港去工作，但是他的父母说你可以遵从你的内心，他决定说我还想在歌唱再试一下，一直到现在都在。哎呀，打动于薇姐了，你觉得打动你？因为我觉得他很纯粹，他自己的学业他学得很好，会很去投入，然后他在歌唱的时候那种状态，他就是没有，真的也是很纯粹很自然。我很喜欢他这种就是对待一件事物，对待自己喜欢的一件事情，这种很纯粹投入的这样的一种年轻人的这样的一种精神。我真的就是很爱唱歌，因为小时候就很喜欢唱歌啊跳舞啊，然后后来爸爸因为觉得可能文化课会耽误太多，所以就让我去专注学业了，所以现在能够再重新站回舞台上，我觉得非常。也就是说其实小时候跟爸爸妈妈没有力量抗争的时候，就是去学习这些文化课，但是当自己有决定权的时候，对，决定永远还是要遵从自己的内心，去往音乐的道路上前行。我们应该为这样一个热爱音乐并执着的姑娘鼓掌，不管走多远，但是你的这份心我们感受到了一份力量。来到那边请和阿牛哥王希拥抱一下吧。怀揣音乐梦想的音乐女孩简梦最终牵手低音王子王希，祝贺简梦，也祝愿她在寻找刘三姐的舞台上实现自己的梦想。接下来让我们认识下一位刘三姐。来自云南傈僳族，我喜欢民族文化，更喜欢民族的歌。这次来这里参加这个比赛，更多的是想把自己的民族文化带给大家，同时呢也向大家学习其他的民族和民族音乐。对我来说，这次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加油！哪里有音乐，哪里就是舞台。掌声欢迎马家家朵。I'm not.
他好跟着我们。真棒。看看四座桥都为你升起来了，你应该给自己鼓鼓掌，太棒了，特别棒啊！你们四个阿牛哥听得懂人家唱的是什么吗？把桥全给人升起来了，没听得懂吗？没听懂，但是他那个那里转音的地方啊，还有那个背景，刚刚大家有没有发现背景是在森林里面？是。然后他刚刚唱的歌声哦，我想到了一部电影。哪一部？阿凡达。阿凡达，对，真的。我就感觉他是一个我们不懂的外星人。但是他唱的声音真的被他吸引，你很想走到那森林里面的感觉。你想走到那个森林吗？其实那个森林就在我们美丽的云南。真的。真的就在云南。好，但是我们走到森林前，你先走过来我们这个桥。对，先从这个桥过来。你别太着急，我觉得今天刘老师听这首歌的时候特别激动啊。陶醉了。陶醉。还有呢，窃窃私语的人说，这个是与生俱来的这个声音。然后那个我其实为什么后面按呢？因为给我一种非常强烈的画面感，前面是很多鸟在飞，后来它可能休息了。然后后面又回到了一个这样的大家在一起的一个非常热闹的环境。我听到那后面一段的时候，我再按下去了。而且这个的确是真假声的转换，这个是真的是。佩服。平安在用想象来告诉你，他很懂你。你听懂了吗？你看王希特别的冷静啊。闭上眼睛听他的声音，就仿佛空气是那么的好。他说了一句话，就听到他这个唱歌的声音，顿时觉得北京的空气好了。有净化空气的作用。啊，你看，看来你这是被陶醉了啊，是啊。加朵跟大家说一说，你唱的是什么腔？花腰调是彝族的。对，这个在我们云南是他的那个真假声的那个转换和拐音是那与生俱来的。所以呢，你要不要接下来用你们傈僳族的语言来问候一下四位阿牛哥？婆婆祖祖，咪咪念念，大伙阿尼子。阿尼子。听懂了吗？谁想要把谁要想想把这个马家加朵拉到自己的战队里，把这句话学会了。婆婆嗦嗦，你念念。婆婆嗦嗦，你念念。阿娜扎。还行啊，我看了还不错啊。那怎么办啊，马家加朵？这个难题交给你了。我们傈僳族呢，就是勤劳女的喜欢就是比勤劳勇敢的，就是男孩，像平安。像平安。哦。所以呢？所以我选平安。哇哦！掌声我送给平安。来自云南大山中的傈僳族姑娘马家加朵，以一曲《金银鸟》技惊四座。她能否在平安的帮助下绽放新的光彩？让我们共同期待。接下来，让我们看下一位刘三姐是哪一个。大家好，我叫常潇月。来自辽宁沈阳，我是一个狮子座的女孩，性格外冷内热，而且对于自己认定的东西非常的执着，一定会坚持到底。不管是在音乐还是在生活当中，都是一个非常执着的人，而且我的性格非常的独立。哪里有音乐，哪里就是我的舞台。寻找刘三姐，我来了。掌声欢迎唐潇月。天上空。
谢谢谢谢常宵月，名字里面有个月，又唱了个明月几时有哈、啊，而且还拿了一个特别可爱的这个小喇叭。嗯，对。这上面的这些亮晶晶的，导演说都是你自己粘的是吗？嗯、对。哎，你看粘了以后多好啊，可以说话吗？可以可以。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你们正在收看的是《寻找六三姐》，阿牛哥，你们听见我说话了吗？听见了，走。哎呀，真的是特别好！哎，这创造了一个演唱的一种新的方式哈。这个声音其实还是非常能够让人记住的，就是它有特点，对，有特点。唯一我觉得比较遗憾就是虽然这首歌听起来是一个非常温柔的一个小歌，好像是，但是其实它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张力。嗯，好，谢谢，谢谢老师，谢谢。这样的一个结果会影响到你的情绪吗？不会，不会。会激励你吗？会。好，会继续努力的，谢谢老师。只要能够激励你，那我觉得我们期待你下次在舞台上绽放自己的光芒。谢谢。好，谢谢常宵月，谢谢谢谢。第一次参加大型歌唱比赛的常宵月，遗憾离场。让我们祝福这个拥有独特嗓音的姑娘。目前，扎西顿珠和平安的团队中均有两位刘三姐，陈亦如和王希各有一位刘三姐。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下谁是下一位成功晋级的选手。大家好，我是来自四川省甘孜州丹巴县的一名嘉绒藏族女孩，我的名字叫泽仁翁姆，13岁就开始学习音乐专业，中途有很多不顺，但是我从来没有说过放弃或者气馁，一直都守护着自己的那份执着，因为哪里有音乐，哪里就是舞台。刘三姐，我不子，掌声欢迎泽仁翁姆。谢谢泽仁翁姆。刚才在看那个短片的时候，最后一句话是藏语是吧？是他们那边那个丹巴的藏语，是我来的意思。嗯，我们说的话就是说"俺别熊"，
哦，所以呢，所以你是为扎西老师而来的吗？都很喜欢。那你还喜欢谁呀？很喜欢宗卓玛老师啊。这首歌曲也是宗卓玛老师的首唱。对，这首歌特别的难唱，但是呢我特别的喜欢他。还有很多就是宗卓玛老师唱的很多都没伴奏，然后自己想做伴奏的，但是太贵了。对，没事，以后你想唱的话，对呀、我批准了。我给你伴奏，但是刚刚那个歌我真的给你捏一把汗，因为这是我妈妈的一个代表作、嗯、对，然后是张天一老师写的，非常大的一个歌，然后刚开始的那句高音我就替你捏一把汗，因为这首歌真的特别难唱。嗯，然后我相信如果我妈妈在电视机前听到这个声音的话，她会特别感动。谢谢你给我们带来那么天籁的声音，我提议大家给她一个最真诚的掌声。嗯，是，正好，对不起，真的实在对不起。没有啊，我觉得你能得到扎西和他面前的这一座桥的话，就证明了你今天还是完成的很成功的。其实三位阿牛哥，我觉得你们特别的有眼力劲儿，就知道他是为扎西而来的，是吧？所以只收了半座桥。对，代表我们赞同他的歌声，但是把机会留给扎西。嗯、是不跟他争抢是吗？好兄弟，好兄弟，那行，来，我们掌声送给何人翁武。特意为扎西顿珠而来的泽仁翁武，以一曲《故乡的哈达》成功完成心愿，顺利晋级十六强。扎西的队伍仅剩下一个名额，刘三姐们，你们要加油了！大家好，我是程璧，来自于北京大学外文系，我是一个山东姑娘，我喜欢民谣，也喜欢创作。大学时候开始学习作曲。大学毕业那年，我做了一张自己的原创音乐专辑《晴日共剪窗》。我住在东京，我带着我的古典吉他在东京的 live house 演出。我想把我的歌带到世界各地，哪里有音乐，哪里就是舞台。寻找刘三姐，我来了！掌声欢迎！谢谢程璧。刚才程璧的这首歌和其他的歌手稍稍有所不同，是自己写的，是不是？而且呢，是在日本工作的时间内，写下的这首歌。就是其实我觉得我也学唱歌挺多年了，
然后这么一路走来，我觉得以前是在做加法，现在我更多在做减法，因为我觉得越来越觉得其实唱歌没有分说谁的音要多好多好，谁唱的要多完美，不是，其实不是这样的，其实淡淡的娓娓道来的故事其实更打动人心。好，说得好。其实大家都对这个程璧的这茉莉花自己的改编的这首歌还是非常认可的，我们把掌声祝福啊送给程璧，希望保持这份清新。谢谢程璧，谢谢谢谢谢谢。虽然止步十六强，但程璧娓娓道来的歌曲《茉莉花》仍然给所有阿牛哥和评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让我们祝福这位才华横溢的姑娘啊，希望你能完成你的音乐梦想。接下来让我们认识下一位登场的刘三姐。我是王子宁，今年22岁，来自沈阳，是一名大四的学生。我平常喜欢健身，喜欢运动，更喜欢旅行。对于我来说，生活充满了冒险，充满了刺激。我的人生格言就是：吃遍全世界，玩遍全世界，唱遍全世界。哪里有音乐，哪里就是我的舞台。寻找刘三姐，我来了。掌声欢迎王子宁。他在唱的过程当中还指了一下王希，导演吧，哎呦，怎么回事？哇，激动，我太激动了，太激动了，为之倾倒了哈，被他们的热情。
刚才我还发现平刚特别逗，他真的是很喜欢你。他从头都是这样的，律动的。尤其是他那个，你是在做七品芝麻官是吗？第一个摁的是这边，易如和小梅是吧？其实是小梅姐第一个摁。哦。因为我觉得她一开始唱的时候，觉得整个舞台都是她的，就是这种感觉。有气场。谢谢老师。特别有气场。对。现在是三个都已经选了我们，你们可以开抢一下。哎，说出来最能打动子宁的话，你们这边。对。我们这边最能打动你的就是。当当当当，没有了，我这是我的老师，一定可以。没有，我觉得我非常欣赏他的，就是他一走上台以后，特别反学院派的那种范儿。所以呢，就是在没听他的歌之前，我就在想，哎呦，他是唱什么的？没想到他的这个《彩云追月》非常的颠覆。你来我们队，我跟你说，真的，说不定就是冠军。哎呦哇！啊，其实刘三姐不是要讲究只会唱歌，还有美丽跟智慧于一身。啊、那我觉得她的气质，看她的内涵，我可以看出来是另一种新版的刘三姐，可能可以让大家为之倾倒的刘三姐。啊、当她手举起来的时候，那个啊，那地方，我一下想到，就是她是一个非常。国际范儿的一个刘三姐、嗯、刘三姐已经出国考察回来了、啊、对有国际感觉了。 我觉得如果是她能够做着刘三姐的话，不单单是在我们国内，甚至于她像国外，我想可能类似于有点像Beyonce 啊，或者是那个 Mariah Carey 这样的那种感觉的东西、嗯、其实我相信她不单单唱这个这种 Soul 和 R&B 的东西，我相信她其他东西也能够唱得很好。嗯，其实她最喜欢的就是 Beyonce、嗯、而且生活当中一直在模仿 Beyonce， 也不是模仿，就是对我们就是 Beyonce， 就是平常喜欢听他的音乐，然后看他的视频。来两句，让大家感受。哇，好，有备而来。I'm look so so deep in your eyes, I touch you more every time. Wanna leave, wanna beg you not to go. Gonna live two, three times in a row. Such a funny feeling, I'm trying to explain. How my pride is bragging, what to play. Yeah, I just know, don't understand. Just like I can never do no one else can. Yeah. 我对我心目中的别着急啊。哎。我把裙子。鲁豫哥真是怜香惜玉啊！哦，对，男人就应该这样。Gentleman、王希厚道一点哈。啊，你说。那个，首先我对我自己心目中的那个男神有一个标准。嗯。男神。嗯，首先呢，他的身高在1.80米以上。有没有？我们现在剩一个对手了。平安跑了，二选一，好不好？二选一。这边俩都在1.80米以上。然后呢，外形一定要特别健康、积极向上，最重要的是一定是要是一个肌肉男。肌肉男，扎西，你把外罩脱了好不好？让我们感受一下是不是肌肉男。摄影朋友，扎西把外罩也脱了。天哪！我终于没有听到但是。厕所在哪里？在那里吗？厕所在哪里？其实后面都是尖叫，我也是可以的。然后我就选陈亦儒了。火辣热情的王子宁，依靠极强的舞台掌控能力，成功携手阳光偶像陈亦儒，他们将有怎样的合作？我们拭目以待。今天参加寻找刘三姐16强晋级赛第一轮比赛的选手中，还有几位选手止步16强，他们是来自西安大气温婉的刘畅。你这首歌的伴奏做的是非常的好。本来因为听到的是那个女中音的版本，然后呢今天听到一个很清亮的一个女生来唱，而且又是这样一个无伴奏的一个合唱，是给我感觉会有不一样。怀揣音乐梦想的摇滚女生魏秀荷。冒险是要在自己的准备的非常好的一个基础上去做这样的一个尝试。那你看看，你会在选手啊，在选择歌曲的时候，他不是这种按照自己的声线，按照自己的性格和风格来选择的。似乎你的摇滚的感觉，还在沉浸在这个爵士当中，要找到一个就是你自己觉得非常擅长的一个歌的 style。
可爱的姑娘王丽宏，可以考虑加入我们喜大普奔哦，我们真的是一个表现力十足的一个刘三姐，唱一个那个谢娜姐吧。大家好，我是来自马栏山、马栏镇、马栏村、马栏坡的。在山水之外，有前辈。嗓音清亮，充满民族特色的彭光琴。看见背后有个影子，就那个阿宝，最后一段的时候拍子没有跟上，他们都害怕了都。这两个声音要是在一起的话，那是很刺激，对，一个高一个低的，太刺激了，整个钢琴。虽然这些选手止步十六强晋级赛，但他们也是舞台上闪亮的明星，正是有了他们的加入，比赛才变得更加激烈。那么让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第一轮十六强晋级赛的最终结果。低音王子王希仅选到一位刘三姐，来自海外的高学历的简梦，实力偶像陈亦如选择来自刘三姐故乡的李清颖和热情奔放的王子宁，模特出身的苏思荣与云南姑娘马佳佳朵携手进入平安团队，而扎西顿珠团队仅剩一个名额，他的队伍中有唱功扎实的赵丁霄，同为藏族歌手的杨秀措，以及个性淳朴的泽仁翁姆。经过晋级赛的第一轮比赛，十六强名额仅剩八席，还没有比赛的刘三姐们，大家加油了。那接下来的这十六强的争夺战更有看头。没错，我们的寻找刘三姐还在继续，让我们下一期再见。再见。